大家好，我是野居中明欢欢奇妙探险队。好啦，上一把我们幸运的靠着两，在最后哦，上第四次跟第六次冒险，靠着方向这一张卷轴，那真的是救了自己一命，然后又成功的拿到在最后一趟冒险拿到第一名。那下一位就是这个了。亚历山卓·大维·尼尔，佛教徒、无政府主义者与作家，与13世达赖喇嘛见过两次面。然后授予者可以升级动物，但不能升级人类。哦，所以这一局我们是可以升级动物。哦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就是我前面这几个完全就是都是只能升级。动物带着都是只是背着背东西用，可是它却可以升级动物，可是不能升级人类，变成是我这一把不用带人类。四个巧克力，四个烟火，三绳子，好，走吧。汉帝，不要怀疑，我们要护送一位修士去目的地传教 ，OK 啊，走吧。转水来开始冒险，他标记了地图。我干这么远哦，哇，这么远哦，还骑乘一个超重，我把那水丢掉，不要背水，这么远哦。下面这应该这个是洞窟，走吧。洞窟这边，火把探索一下，调查遗骸。哇，威士忌跟酒，不错不错。可是我们现在空间实在是太少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升级升级扭扭，来探索所有的遗迹。有，来进入村庄。哦。感谢感谢，来交易一下，一个宝石。买个红蘑菇好了，以防万一。对，其他就不要了。好，来交招募，哇，招募水牛，来睡觉，睡觉。建议屠宰才不行，拒绝。来，再睡，晚安，拜拜。会跟踪啦，土著关系减二。哎，哦，对，一等扭扭是没有伤害的。哦，骑乘二等扭扭，骑乘后也有哎，骑乘对，骑乘也是有伤害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好，我们先骑一只没有伤害的，没啥了，走吧，前进。这什么浮木哎？来探索，这边很明显有动物的遗迹，来通通拿走。哦，狗狗，很多狗狗。来升级，不行，不行哦，集成，两个操纵，两个操纵没办法，操纵就操纵，来战斗，狗狗嘲讽，破，牛牛踩，我踩，哦，我自己的骰子能骰翻一个，我躲，我。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这打架打起来感觉还不错。可是事实上其实是真的有点弱啊。这若不升级的话，其实真的有点弱。肉先丢掉，我已经超重了啦。皮可以带回去，好啦，铲子先
铲子先丢了吧，反正我们没有要铲要挖的。走。金字塔在哪里呢？现在有个磁山在我旁边，所以我看不到。对，来喝个酒。哦，就在前面。nice。这一把我们可以不用担心，对，不用担心那个探索，应该说喝酒啊、骨科液什么的会强起。对，这一把不需要。不用担心，因为动物是不会有任何负面情绪的。我自己这么觉得啦，对。我记得动物不会有。等一下完了就知道，看他们会不会有什么负面情绪就知道了。看，走吧。走喽，要偷东西喽。调查神殿这边非常冰冷，冰冷还好啊，冰冷就是很冷而已。对，没错呢。走，这个是什么？萨满小屋，萨满小屋，请求进化表，请求交易，返乡，随机传送，返乡随机传送，我看一下哦。哦、oh,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就这样。我要买这个。我可以骑吗？不行，骑了就操作。不行吧？哦，被追击了。呼呼的流水声。拿啦 ，Terry， 统统干走。哇哦！哦，那个人被淹走啊！黑豹也被淹走了。来来来，回家，凯旋归国，霍多。刚刚好像看是第二名吧，不是第一名。对，第二名，速度奖励第二，还行啊。原来水牛长这样啊！原来水牛长这样啊！对啊，负重加二吧。哦，还行啊，来出售，出售，出售。捐一个，卖一个，我现在多少？80，卖一个，120，再卖一个，好，160，160还行吧。祭塔跟这里，哇，神庙哎，神庙，我的动物可以喝吗？我还蛮好奇的，好像不行哦，牛牛好像都不能喝，然后我自己又不能喝。对，可是去祭坛也没用。对，去祭坛其实也没用。好吧，这边两个都是神殿，两个神殿而已。对，好麻烦哦。好吧，还是去北极好了啦，因为北极至少还有基地站，基地站其实交易是比较方便一点。对，哎，出发。他说：“叭叭叭，那边有个稀有的偶像，要我帮你运回来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我帮你运。要带谁来哦？好，带记者 ，nice， 记者加狗狗 ，yeah， 来来买东西。我突然想到，对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我原本不想带，我原本想带厨师，对我原本是想带厨师，可是我刚刚突然想到，记者，记者的话有额外带一只狗狗。”那我不知道这只狗狗能不能升级。
如果可以升级的话，记者走了，我还可以，我还有一个狗狗，哇，这样子就 perfect 啦，来东西买好，走，起航，第二次冒险探险，北极啊，我没有买雪靴啊，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买雪靴了。我开始的资源也不够我去买啦。欸，真的可以升级欸。哇，牛逼了牛逼了这个。对，我决定先把牛升满好了。对。哇，这个牛逼了。走。这真的牛逼了。鸡汤走开啦。鸡汤不用。像是被撕裂一样，一定是某一种东西攻击下去。管它是什么，东西拿了就走。来，牛牛，牛牛升级，牛牛变强了。哇，可是这样子超耗扇子，对，超级耗扇子，所以我得赶快先到第一个基地站做交易啊。对。虽然我可以交易的东西真的不多，交易，哇，唱啊唱啊！哟，真的不多东西可以交易啊！炸弹给你啊，算了，炸弹给你。这样只能买票也不行啊，买只有买票太亏了，我要几双鞋子才行。25。好，先这样。先这样，下面这是什么？肾，解开所有遗迹。来出发，喽！这的位置还不赖，这边一个山洞。调查，来搜索 ，nice。我在想，我不知道。在哪里欸？金字塔，对，这边有磁山，所以不准。哇，应该在右边才对，应该在这一块，右下角这一块。对，因为指南针向下。好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看有没有办法。可，应该可以，只是有点危险，因为这边有一只大象。可是这边有一个海狮，哦，要打吗？打一波啦！对，来一只海狮，哦，22D， 撞，踩你，嘲讽，抓，我抓，你也真就嘲讽，脑袋。哇，还可以顺便撒一个撕裂，要求贵。哇，哇，群体攻击，哇，狗狗受伤，哇，
跳跳跳啊！踩你，踩你，踩死你！哇，尴尬，伤口干了。这是什么？有热气，好，来 ，Terry。拿了，然后，哇，等一下，这包围的有点，你有点过分哦，包哦，我把，来探索一下，指派你去吧，哦，你去吧，有没有眼睛？没有，离开洞窟，你就安息吧。哇，100%出事！哎，就只能让他100%出事了。对，因为我一定要先拿。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可是我的狗狗还在啊，它还在这啊。来，狗狗，交易。好，接下来我要把东西拿来做交易。对，应该说我必须把东西拿来做交易，不然撑不住啊。对，这个完全撑不住的。再买个7张吧。嗯，看能不能把多吃一点巧克力。对，40、50、40。60、20、20，因为等级还没升起来，其实我发现等级没有升起来，动物打架的能力还是有差，对，并没有说特别特别的有。所以这有点麻烦。好，先这样，然后休息，休息，休息，离开，走吧。没有急救包，好麻烦。对，我们前面的名次应该会比较低一点，对，我们只能后面再升。来，攻击北极蓝。我流血，撞你，撞你，好，统统赶走。应该在下面。哦，在这，看到了。呼呼的流水声。欸，好，先拿好了，走，好，向右，好哦，盐水啦，哇，狗狗伤口干了，治疗，进入，好。进入金字塔，我该回家了。欸，我在想，我下面
有办法直接冲过去吗？我觉得不要好了，我用基地站回去好了。前提是他不要把我冲走。嘿，可以，好哦 ，nice， 成功。20块只能买回一个，对，只能买回一个兽牙，好吧。来，这样。然后各位有没有发现，我没有发现村庄？对，村庄应该在这，或者是这里。对，可是我已经不想要带那个了。再继续。回家吧，回家。哎，这样生物还是少一个啊，没关系啦。其实刚刚兽牙可以拿来交易，对。没事啊，就回家吧，凯旋归国。速度奖励第四，等级没升起来，打架还是有点弱。对，记者走了，记者没闪到眼睛，会走。一个人对剑指就一定登上课，人类学，人类学吧。对呀，啊，他说要运回来哦，忘记了，没运，对，没去找村庄，所以我没有偷那个，哎呀，忘记，亏呀，亏死了，对，亏死了，来吧，这次去丛林，没有偶像。声望还被控，忘记来贪腐狗狗打吧。好，翻译家，你跟我走吧。对，手枪，对，这一把还是可以买，可以买一枪打。对，枪是稳定最稳定的输出。可是，在那之前，我先买其他的东西。下好了啦，对，保险起见，有枪好办事，对，有牛不升级，先不升级吧，先这样。来，第三次探险，虽然有点硬啊，老实说，现在状况不是特别的优，因为我上一把忘记去找了。鞋子拿来交易好了，对，我们鞋子拿来交易吧，因为没办法，我没有别的，我的兽牙不够多。对，第三次探险，这个应该是那个遗迹。离开哦，新世界。探索所有遗迹哦，三个还蛮近的嘛。老实说，可是，在北方，等一下这边是沙漠哎，哇，有沙漠哦。那我们先回来一下吧。我没背水了，
过夜一下。圣经有满等。再来还是圣经有牛啦，对。不拿第一没关系，但这次要把家跟那个都打，走，通通拿好拿嘛，象群，大象，没错，这次我要打大象。来打攻击，两个眼睛做一点防御。哇哇！转机哦，我们的翻译家快去了，哦、翻译家去了其实是没差了，老实说，对，这个可以留住再杀。OK， 来拿走，我们稍微先向右边，哦，老虎呢，来打。攻击老虎，踩你，抓你！撕裂者，对，等一下，如果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翻译家的时候，至少我还有枪，对，我可以用枪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里应该是步道锁，我觉得蛮像步道锁的。过去看看。哦，吓到我了，还好没事。攻击大怪鸟。不要以为你是动物，我是，对不对？我就不敢弄。啊！双重嘲讽，看你喜欢咬谁就咬谁。哇！狗狗去了。就只是一个旧遗迹，有点难过啊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很可疑。哎，他通通拿走，水不能丢，甚至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丢的。好了，一块肉丢掉了，不然有点太重了。我们好，我赌一把，绕下来这边看，这搞不好是金字塔。这个格局有点让我觉得有点像。对，邻居啊，不是三人 ，fuck， 来先攻击狗狗，先攻击狗狗去，来打。接近三了，交易一下。对，不交易不行。对，我肉都没有用，烟火也通通给。不行不行，烟火啊！
好，验货给这个拿这个血靴再去那个什么交易好了，那个村庄，对。哦，这样还可以买一颗炸药呢。好，就这样。哎呀，救一下啊！不行，一格超重，还是一格超重。哇，有点尴尬，不能丢水啊！我们上面就是沙漠，一定要背水，对，一定要背水，所以不能丢。哇，炸弹，好啦，那炸弹不要好了啦，因为这个炸出来如果还是神庙的话，其实没什么卵用，因为我的队伍都是狗，给这个人喝也没用。那你这里是什么？突死，休息，坏血病，坏血病就坏血病吧。对，你迟早要去的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来，出发。伤口感染，来调查商店，被沙漠 ，OK 啊，沙漠地形，来先拿，然后两格操纵，对，两格操纵。丢狗狗屁，老虎也丢了，来，继续前进。怪的咬痕，我觉得是哦。伤口难了，没关系，它本来就是我没有要留的。对。Nice！ 哇吼，金字塔，走，左边，浮木，来骑牛牛，一格操作，一格操作，一格操作没办法。这个的话，那操纵都操纵了，就先探索，对，先东西拿了，攻击。三个操作，我现在的食物其实并不多，所以得丢东西。对，好了，火把不行，火把等一下如果还有洞窟就好笑了，就变成是我不能探索洞窟，柴刀也不能丢，水也不能丢，
绳子也不要丢，急救包剩一个，急救包不能丢。好啦，绳子可以丢啦，因为我发现后面没有需要绳子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不需要求第一名，所以我们先回来，先在这边再休息一下。他变成畸变人了。然后他的负重还变多，太扯了吧！好了，走吧。怎么了？正在攻击，不行，要保护，战斗。显然我们已经不能在一起了。哇，好，那我就结束你的命，你这可悲的命运吧。哇哇，这时候来一个群体攻击。要我命，真的要我的命啊。来发！我晕，我觉得累。你们每个人都想跟我打一发，是不是啊？我丢嘞！啊，是。我强力抓击，我狗狗，狗狗撑住。神庙，哇！我才把绳子丢掉，然后来，我们边攻击象群，撞爆你！没错，哇！群体攻击。一个四二三，那我们爬得上去吗？不行，爬不上去。对，没有一个适合的骰的话是爬不上去的。好吧。怎么还没看到村庄？我的狗都被吸呀！哎呀！战斗！有一波。
波流。水丢了，水丢了。狗狗撑住！我发现不倒锁，撑住啊！哎，哦，只是上过岗了，很好，可以，来，赶快，交易！我不行了，我真的不行了。你可要帮我带回去啊！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急救包了。哇，探索遗骸，通通拿走。结果村庄在下面，而且他们已经在派兵打我了。哇，这样子我就不能跟他们，对，不能跟他们交易了。萨满。哎 ，nice， 萨满哎，萨满可以哦。返乡随机传送，返乡骨头，来一个。对，来，请求治疗。对，除了我以外都可以治疗，因为我是不会被伤口感染的。对，我是不，对，主角是不会被伤口感染的，所以这边赶快，好来。治疗你 ，OK， 来离开，可以了，可以走了。哇，可是这样子，我的圣职没办法走回去，除非跟你买这个玩偶，然后。这样子，没办法。除非我直接用返乡啊，直接用返乡好了。我没有两张返乡，虽然这样其实有点浪费。对，真的很浪费，应该说真的很浪费。去探索，接受任务，很近，就在上面而已。我走前面一个，一定会被抓。攻击！想打我啊！想打我！
撞死你。来探索洞窟，火把进入战斗，一群恶毒的蜘蛛，我跟你拼了！哇，我要免费火把，对，我要免费的火把。我跟你拼了！撞击！进入传送门，进入。对，刚刚那五个那个什么小玩偶应该留下来的。哇，然后这传送门是怎么回事啊？走过来要34天，那走到这边要20，只能探索一个地方而已。对，只能探索这个或这个，二选一。好吧，那就来下面吧。嗯，我们只有一次的机会而已，所以我赌下面这个，这搞不好是死阵哦，各位。如果是死阵，我就翻脸回家。攻击迅猛，撞撞，踩地，再踩一个，哦呦，嘲讽，抓鸡。通通赶走，真的没有用。好吧，剩几天？3天，两个娃娃用掉，然后原地修整。好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Fuck， 烂死。然后我走回去，哈哈哈！哎呀，还撞到。突袭！哇！哇，狗去啊！狗去了！哦哦，他竟然送我一个金头像！没错，他竟然送我一个金头像！负重呢，180出事啦！啊咔！等一下，狗狗，你说什么？你听到了吗？我怕我、哦、，Holy shit！ 我竟然把自己的狗吃掉，而不自己的牛吃掉了。你在干嘛？你为什么要吃自己的牛啊？你 Holy shit！Oh my god！Shit！ 你干什么都好，你为什么要吃自己的牛？凯旋归国。我的牛，我的牛，那你看看，我是一个吃牛狂，我好难过 ，fuck。哇，这要追，这要怎么追啊？我头好痛哦，好不容易升级一只四级的牛，结果就这样被自己吃掉了。然后我们有连续两次都没有探索到那个什么
们有连续两次都没有找到村庄，所以我们状况现在状况特别特别的差。对，特别特别的差，真的特别的差。我不知道用祭坛能不能拉回你哦，欸，我没试过。对，可是这边有个有两个史前地区二一，对，可是这边三。好，我决定去这个史前地区，对，因为这边有两个史前地区那个村庄，那他们搞不好会有开角龙，或者是对会更好。我相信会更好。来，绝望的时间地区，然后我们又没打到。对，我们刚刚一路上都没看到狗狗。好，来挖，帮你挖一下。新人画家。图书馆机加一，好了，先来个艺术家吧，来购买装备。帐篷，我终于不用怕我的圣旨不够了。帐篷，你来得太晚了，我好难过。好，来第四次洋房，不过这边先暂停一下。来吧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第四次探险，哦，今天最后一趟了。我的计划是这样：找到两个村庄，然后两只野兽，带着两只野兽回来。对，带着两只动物回来。不要说野兽啊，说动物吧。史前地区啊，要补充一下我们的牛牛。错呢，这是什么时政吧？哎，没有，就一地来探索，统统拿走。嚯，狗狗，提成攻击，哇，狗狗群，狗狗群，狗狗群，这是一票呢。对，这样子打的死。两只，还两只，哇！为什么要用撕咬呢？对，我突然想到，为什么这么难打？因为我们少一只狗。我们少一只牛，对，我们有一只牛已经登天了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很难打。对，我突然想到，奇怪，我怎么好像少一个攻击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少一只牛啊。四格超重不行，我决定超重的走。对，我决定超重的走。这边东西不能丢，我打算不丢，因为我要跟这边搞好关系，我需要，对，我需要很多的资源，我才能搞好关系。走，出发。来牛牛升级，啊，狗狗伤口感染，来救狗狗，先救，来进入市政，解开居民地，哦 ，nice， 很近，我等一下就到了，对，两个，哦，超近的啦，两个。
这样子。然后画家就要跟他 say goodbye 啊，收拾走人了。20%出事。吃一个罐头，两个罐头，好来，终于，这难道不能？哎，交易和招募，交易和招募，来交易，先交易，肉给，铲子不能给，烟火两个，我现在负一，所以我统统要给。这样子，先加三，然后招募傅杰龙 ，nice。再交易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。然后画家就要拜拜了，所以不理他。对，然后我们这边没办法休息哈。对，因为我选择的是交易，所以没办法休息。唉，好吧，拜拜。耶，富杰龙，而且我负重够了，对，开心。等一下我要去这里来收拾，等一下要升级富杰龙，走，出发，下一个村庄。哦，攻击，迅猛龙。我刚刚要骑傅杰龙的，因为傅杰龙没有攻击，哎呀，可惜了，啊，没踩到墙，哇，要被抓了，强力抓击，哇，我的牛，哇！他已经不在了，而且他逃了。我靠！早知道我就先把他丢了。他竟然把我的返乡偷走了。交易一下。对，他竟然把我的返乡偷走了。开角龙 ，nice， 交易一下，换个，我记得猩猩跟老虎都有那个负重，对，老虎好了，没有老虎没有负重哦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这边一样休息，研究文化一下，睡觉，好，离开。哦，我的队员太多了，哦，把我们的小狗狗说再见吧，拜拜。好，那这边我看一下，先骑开角龙，对，等下升，我先骑开角龙，对。他这样把我的，然后升级副杰龙，好 ，OK， 来接近上了。三个手牙，都三个象牙，说错了。然后很多彩刀，刚好铲子不能给你。我看看，我剩三根手牙，手牙剩三个。
换这些都没有。可是皮这样给他值得吗？四十、四十、二十、六十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六十一根兽牙，刚好一根兽牙。哦，来出发吧。他想把我的偷走，对，心情不是很好。死阵，哎，探索所有遗迹，哦，唯一一个遗迹在上面。来攻击大怪鸟，攻击，打，对不对？撞击踩你，活活在嘲讽，结束这回合 ，nice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个东西，就是这个两个湖水中间。好，好像在上面哦，上来看一下。没有，不在这，不在这，这不是。我看一下，再看一次。对啊，这不是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 ，OK。我们吃一点罐头前进好了。对。攻击剑齿虎。这边只有嘲讽可以用。大佐。哇，这可以。撞击抗啊，不行，没脸。对，没有别的更好的。哇哇，要被剑齿虎攻击了！哇，强力爪子！哇哇，够天啊！哇，痛！先不行，我们看一下。封印，来探索解开封印。哦吼 ，nice！ 哎，这边好多三角龙，我发现好多三角龙。开角龙啊，这边叫开角龙。对，好多开角龙。等一下，先升级开角龙好了。对，我们把开角龙升起来，它一定会很猛的。我看看哦，如果这样的话。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哦，这个应该是泉水。对，汽车，来休息，幻觉。我没有返乡的，就不用拼第一。对。哇，牛牛三口干了，哇，刷赛，我没看，没注意到，对对，忘记了，救一下。哦，搜索没有蛋，哎呀，然后结果还被一群迅猛龙盯上，结果还被一群迅猛龙盯，厚礼谢，来来来，打架打架。扭撞、撕咬、嘲讽，来枪留着。刚好，这组枪刚好六。现在被你下面这一支应该是伤害二，所以我要打一个四点的伤害。可以，这边一个群体攻击，甩尾攻击，嘲讽。哇、哦，我本来想说甩一个攻击把它打掉，结果没有。对。结果是什么都没有，撞，统统拿走，统统干走。我刚好水可以丢掉，不需要水。然后我再看一次地图，两个丛林中间有一个
应该是右手边这一段应该会藏到，肉也丢好了，对，不用这么多纸。不愧是史前地区啊！攻击迅猛龙。先上来这边看一下，真具哦，这是打架用的哦。来来来，开 Kuroki，Mankeki， 对，这开了，这开了，这直接开了，不用想。然后扎个，先回 sense， 我看一下哦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就。群体攻击二，甩尾践踏，牛冲，强力爪击，嘲讽，哦，有了 ，nice连 game， 以防万一，我决定骑一下，然后攻击，二四五滴，有点多啊。哦，有大左抓起，一点防御，哇，爆了！一点防御，马上爆，这铁爆的啦！惨 ，OK， 我决定负重的走。对，我们就负重的走就好了。不要撞到！啊，撞到了！啊啊，我的狗！我只剩最后一个急救包，你们不要这样对我好吧？不管怎么样都只会，对，都剩一只。统统拿走，探索金字塔。嘟嘟嘟。我们有再多的肉都没有用，因为我没有那个。对，我们没有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狗狗的嘲讽用掉，老虎的嘲讽就先不要了，对，先给狗狗撑。四点防御，哎，好啊，四点防御，四点防御一下，因为四点防御刚好可以反一波。如果两个都抓紧的话，但可惜没有，还是有一个是你的攻击。来牛转，抓紧，结束。我欢迎你回来，看你有没有什么。没有，你没有带任何东西，你没有把我返乡还回来。
那我要解除你。滚！滚！把我反向干走，不然我这个直接拿了，我就直接反向，我就第一名了。妈的！那么气息呀，你在不？哇，这只是三只哎、欸！大左，转一下。这是老虎。哇！擦一下。哇！偷偷拿走。走吧。洞窟探索。使用灯笼战斗，更多的蜘蛛，捉爆你！三、二、四，这狗狗的，结果变成什么都没有，超浪费。狗狗的嘲讽，哎，剩三只。哇，狗去了，所以这一波尽可能的看能不能把我们带掉。我有点困难、欸、对，我觉得有点困难。哇，不行，带不掉，又来翻一个。哇，嚯，护着。现在比较麻烦的是，不能吃，而且我没看到宝藏在哪、欸，不会在这吧？对啊，就在右手边。我现在这边不能眨眼。好，这边扎个营，休息一下好了，然后等下上去。哎、欸，记者，记者，欢迎你过来。哦，还带两瓶威士忌回来，太棒了！攻击你，顺便带着他的骰弓打一下好了。pass 他，好，然后拜拜。啊，但是让他走不太可能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不能走？你不能走，你为什么不能走？
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，我就不能让别人走啦。我在想如何开口，但让他走似乎不太可能的。哇，看来这个是行不通的。对，就是，哇哇哇哇哇，这样的话只能让我老虎走嘞。对，现在唯一能走的就只剩这一只老虎，好吧。老虎拜拜，我好不想让我的老虎走，我想让你走，你可以滚吗你？好啦，让我的老虎走吧，没有他我会更好，没有他我不会更好，不会。穿越隧道。哦，在上面欸，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在这里。对，在这里，来挖一下吧。可是没有，就这样而已吗？就这样，安妮啊，哦，我现在幻觉哦，没猜到，那他会不会自己走了呢？他自己走了，最终他自己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派兵打我了，我还想说再去你们那边再买一只。结果你们就派兵打我了，赴死难怪，一二三四五，好吧，我就过重的打吧。老虎啊，战力不是更虚了？很好很好，没撞到，狗狗伤口感染，哎，升级，来打，既然这样我就没办法了，我就只能与你们交战。要回家了，要回家了。对，狗子也去。哇，天啊，痛！直接先变掉一只。好，大左肩轻后排，扭转，再上一个。好，还一直撞击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哇，痛！没关系，我还撑得住。甩尾，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妈的，真反应！撑住啊！很好很好很好，
撑住各位，被统统赶走。先救果果，然后扎营回血，对，恢复一点 HP。来攻击迅猛龙，先打。两个大族，两个大族出来了，我看这边能不能再塞好一点。没有，好。五三二，哎，可以哦，这边直接。暂停一下。我刚刚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。我刚在抓羊，然后就把一只蚊子抓死了。来过夜一下，我梦见你过来了，你走开啦你！妈的，攻击！攻击！对，然后我就把一只那个什么，那个甩尾好，甩尾好。把一只蚊子抓死了，对，他就我就觉得只是很痒而已，然后我就抓一下，然后就我就抓死一只蚊子，连我自己都很讶异啊，对，我就想说奇怪，怎么感觉好像有东西，对，然后就看了一下就，结果是一只蚊子啊 ，nice engage。追击距离，攻击，大左扭转，七十，十二，十二，十二。十二七四十一，还少一滴，七十，对，这边刚好是一个，然后打主捉他，然后加撞，刚好再去一个反御，哦，没办法，急救包要很多啊，对。真的要留很多的急救包才行，哇，这太危险了！大左枪，小左来，哦 ，nice！ 我看一下哦，这样的话我这边是六，可是我六打不赢，打不掉，七刚好可以掉一次，然后六爆头，再爆一个后吧，七四一超过。接下来就随便打，你应该都会死了，你都会去。红蘑菇有 ，nice， 连 game，nice。好，用红蘑菇可以治疗，这边至少扎个营再回一次圣子。哇，我撑不住啊！提供帮助，好来提供帮助。大佐先啄掉一只狗，然后留一个。他可以留剑，对，留剑一个手撞击牛踩，我不要，哎，贪心的，一只狗先被掉，来结束这回合，拜，想要跟这张纸说拜拜。可是在那之前，我们可以再借用他的力量，再打一波。对，转接他，好，这没有，先见他，见他三滴，
大浊七刚好掉一个，然后这边六二四 ，OK， 剩三滴，哦 ，OK， 来通通拿走，然后带着你打你们，哎，不一样哦，它是蜥蜴土著，可是这个是普通的土著，对，所以不一样，他们两个 level 是不一样的。结果没塞到枪，有点尴尬。对，七二有，先掉一只，然后这个三可以后排切一个。哎，好，就这样。漏很多，应该没办法交易了。哦，富杰龙撑住，富杰龙撑住，甩尾，这个不要。走浪，哦，剑可以留着，来贪心一点，甩尾，大浊七，七，等一下，七三，有三，三转一下，切一个，然后这边三 D 切好，切它。OK， 哇哇，富杰龙去了，我还得把他们平安的运回去啊！对啊，撑住啊，各位！哇，都没塞到枪，哎，我这三塞一把枪都没有，这也太硬了吧！可以，刚好抓，配你回击，哇，撑住啊！你们撑住，嘲讽，践踏枪哦，终于塞到枪了，先践踏，四跟六。可以啦，结束了。六，刚好枪背他，很好，两个。我应该是不能再进去的，对，他已经派兵来追击我们了，所以我不能再进去。对啊，不能进去。牛牛伤口感染，牛。哎，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少一个人。所以不用特别先走他，对，我们这边扎个营，攻击愤怒的土著，哇哇哇！可以先掉一个，然后四七还可以再掉一个，对，还可以再掉一个。火锅超猛，要打，嗯，哇哇哇！愤怒头锤，哇，细，他撞了我的牛牛牛牛。找一个塞啊，有点麻烦。神龙摆尾，攻击，这打不透，打不死，少两只。富杰龙撑住，愤怒头锤啊，投出去了。叫大左一七七刚好左掉后排一个，然后我这边还一个大左，然后加这次多少三 D， 好，先背后面的一个，然后七四打
不死，打不死就哇哇，附近龙去了，哇哇哇，我攻击赛已经越来越少了，不行，我都不要践踏牛踩，来牛踩先九六 ，OK， 剩最后一个，哦，痛。牛撞，哇的 fuck， 好好没踩到攻击，很好。红蘑菇很好，忠诚度下降，没关系啦，不缺你的忠诚度啊。先攻击，践踏七吧，对七，然后三三六，然后只能倒一个，没错。没关系，倒一个哇！富杰龙又去了，好不容易回起来的体力又去了。不行，不能打了，走，快跑！对，我要跑了。不要追击，你走开，你走开，亚美德。迷信，走开啦！迷信就迷信，走开啦！我要回家，塞塞牛牛，牛牛不，我的牛呢？在这。没有镇子，先休息，看能不能躲一个追击时间到，来休息两天，休息两次啊，说错，好，看来不行，那就收拾解决他们。对，哇。都是这么多人的，对，现在人数真的很多。我看看哦，这边是一个大组，大组七，然后这个大眼睛可以上，然后牛撞四。然后我这个枪是三四三七，也只有七而已，所以打一个后排，超爽。沉住！哇！哦，可以，他沉默的是我的，对，他沉默是我，不是沉默那个谁，开脚龙。撑住哦，堵住去没关系，堵住还去了，还 OK。有彩，有，很好，都是群体攻击。呗，结束。好，来再攻击一个。哇哇！我忘记先治疗了 ，shit！ 哇，死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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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不该打的这一波真的不该打。哇，去了！我剩下开角龙跟牛牛可以打了，有没有机会？撑住！那、啊，哇，死定了！我剩两只，我觉得我打不赢。对，我觉得我打不赢，逃跑一定会死一票。那就崩溃一溃了。可是打，着急，所以我崩盘。他说：“是，我担心已经完全忘记了什么，我还能坚持所有，我并不知道。然后结果他一个军人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在我还来不及了，他被派来找我回去。虽然没什么卵，对他被派来，然后把我带回去。”因为我已经撑不住了，我的开角龙、副界龙，我的一切计划都死于我刚刚太快继续战斗了。可是我还可以成功的回来，就剩一头牛，非同寻常啊！第四次冒险就剩一头牛。这个真的追不到，以我目前这个状况追不到，太难追了。应该说还有机会，可是卖到500块。为了下一次准备，蜘蛛腿都卖了，我蜘蛛腿都捐了，这个也捐了。哦，我超前了，我靠着蜘蛛腿超前了。好，那下一把我们就失去了，好不容易招募了一个，哎，结果失去了，好痛苦。没关系，我们就下期再见吧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
下期再见吧。